很难得的能让我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听到这么美的声音。周深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唱歌方面有极高天赋的一个男孩，真的。没有。老师的那个是歌路，还有就是他的演出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我很害怕被叫老师。我就不管你叫周深老师了啊，但是我宁愿应该现在叫你是一个音乐家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你们表现的这个音乐，如果不是因为周深这么厉害的唱功，事实上。真的是因为周深唱得太好，才可以支撑刚才这首极为高级、极为深奥的编曲和表达音乐。如果我上去唱，就完了。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我一定没有周深唱得这么好。周深真的很棒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每周六优酷独播。用音乐寻找这世界很酷。